进入到我们的民族教室里面去感受一下塞夏的文化。秋海棠，万一呢你真的没有水，来尝一小口，咬一咬吸它的水分嘛，直接咬，直接咬，对但在塞夏族非常重要的一棵树，我们称之为霸榜树。有一对父子就上山打猎，突然间看到一只动物，儿子就把弓箭射过去了。当走过去的时候，一看没有动物，便把箭射在树上。父亲就知道犯了禁忌，只能回到山里求山神。山神很快就把这个孩子医治好。就在这个时候，这个小孩子就从脚开始木质化，慢慢慢慢的形成一棵大树。反思告诉自己，你有没有为这片森林、为这个环境、为这片土地，你们真的去尽一份心力？